再呢讲解一下这台 COSO 下面的这个夹具，这里呢如果不清开的话，你会夹不起来。像我现在这样夹，夹到某个程度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很紧，会觉得锁不太上去了。可是这个还是松的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要把它松开来，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呢清出来。帮我找长条形的木片之类的，这个也可以，没关系，就用它来。看到了吗？哦，就是这个藏污纳垢的部分呢，它会让它没办法夹紧。那很多人呢，切了一辈子的铁板，他不知道这里是很脏的。这等一下用布把，你帮我拿一块布过来，在那个桌上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很脏？非常非常的脏哈。但是如果是有更好的可以，推的东西会更好哈。现在呢，我现在推出来这么多铁屑，看到了哈，这么多铁屑。OK， 好，等到我们把这个铁屑呢都清出来之后，这个待会帮我拿去冲一下水，不然卡进去很恐怖。看啊，现在就很轻松了，有没有？现在很轻松就可以夹紧了 ，OK， 就可以夹紧了，好。那以上呢就是介绍 COSO 为什么夹不起来，是因为里面藏污纳垢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很简单的原理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我让我去洗这个，对，你先洗一下。擦掉吗？擦掉。